那你看到了什么？烧昆布。好，蓝斑蓝斑，棒棒的最棒。好，请回来，你看到了什么？在第四页，谢谢。那个裴里斯，你看到了什么？我看到了全部开心，可是他们要去下课。哦，我看到了全部小朋友开心，因为他们要去下课，对不对？好，来下一个。郭一胜，你看到了什么？你看到了哦，外面的玩，溜滑梯的玩的，对不对？好，你看到了什么？叶向文，我看到三个男生，一个女生，然后他们在玩溜滑梯。三个男生，一个女生，他们是开心还是不开心的？开心。开心，为什么开心？非常好，谢谢。好，下一个，那个麦梅森，你看到了什么？我看到的这个。那是什么？告诉黄老师。二十六。好，你看到了，今天是9月26日，非常好。布凯温，你看到了什么？我看到了有四个小朋友，一个女生，三个。男生，有老师检查，老师说你有数根钱包，谢谢你。